零三的怪行业居然要卖力又卖身，看最夯的漂流热怎么让五宜人大赚观光财。插出重重，背上那个天哟！茶叶茶艺茶叶蛋，五宜人的生活就是找茶。看平凡无奇的茶叶怎么在武夷山变成了大商机，淡淡的清香，淡淡的茶香，然后越嚼越香，越嚼越香。印象系列绕脚武夷山茶文化，泡出新创意。看鬼才张艺谋怎么重金打造世界第一，用大红袍吸住观众。整个观众席的四周都是我们的舞台，包括我们这边都是我们演员的舞台。小小古城居然埋藏千奇山水，一根木柱居然撑起十种古刹，看聪明的泰宁人怎么用丹霞地貌发掘新的传奇。整个赤壁是这次我们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这个项目中国丹霞。赶紧跟着中国大体验一建员的脚步，一起走进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福建，探索你不知道的新中国。